啊，继续讲啊。顶节讲六祖大师啊，为什么那无要去惊吓嘞？啊，恁看个这个经文内面是跟来讲，伊无要去安尼啊，嘛无解释安怎，对不？但是你来样看经历，爱看字里行间呐、啊，啊。我即马先讲一个，另外一个代志啊。普陀山呐、啊，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对不？啊，古早有一边有一个主持哈，那个皇帝啊，嘛去吊山呐、啊，哦，啊，知影皇帝要来哦，哦，惊一个。像晒像流啊，皮皮抓安尼。那出家人啊，以佛法来讲，就是为人天导师嘛，啊，应该要为人天导师啊，啊，所以是超过世间呢、啊，啊，即使是所谓贵为天子啊，嘛是赶快，因为是世间人啊。那您看个家的时候，你原来想讲啊，六祖大师伊那不去惊啥，啊，你应该多较侪众生啊，是不是？但是，唔是遐简单的代志啊，哦。啊，六祖大师伊无去的原因是安怎啊？上主要就是讲不与人争啊，啊、哦，因为已经有两个国师在遐，对不？啊，伊要去从啥到老了呀，对不？啊，要去创啊！要去拼，要去先拼先咯，对不？啊，你去了诶，伊嘛是国师啊，对不？哦，啊，大家拢是国师，啊，去了会变作安怎呢？虽然你互相无比啊，国师诶，大师甲大师之间无相无咧比啊，吼、哦，但是伊下骹人甲边仔人拢会比啊，安那比呢？比啥？比讲。六祖大师皇帝给他住什么所在？哦，啊，给他偌侪侍用人，哦，啊，给他食什么货？啊，赐予偌侪衫，哦，啊，偌侪布，哦，这拢下骹人拢去比啊，对不？啊，搁有咧，上个重要就是讲，这皇帝一定会叫因三个国师拢在遐啊，就问道，对不对？那问道的时候。啊，你就变作咧先拼先呐、啊，对不？就咧等于是在斗法一样啊，是不是呢？啊，所以等于是在比啦，比试。那六祖大师他明明知道啊，他所得的法是正法眼障，对不？所以伊就无需要跟人比啊，是不是呢？啊，那比诶。就会起烦恼啊！哦，虽然伊顶头的人有度量来讲啊，但是下骹的人，伊那种因的师傅，必须让下骹的人起莫绝脉啊，对不？所以变作安尼。啊，个这是比法啦，爱就会比另外其他世间的，迄落家亲啊，啊个啥，个比名，因为。皇帝会赐给他们，种种名誉啊，哦，给他什么名称啊，对不？哦，那如果说给六祖大师的名高过于他们，那别人会起嫉妒，对不对？会起嫉妒，也会起嗔恨，你怎么后来居上，对不？那如果给六祖大师的名不如他们的话，那人家他们就要笑，哼，你看你。你说是得到这正法眼障，结果你不过如此而已嘛，对不？阿弥陀佛，对，所以就干脆就不要去。但不去还有一个原因，这个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怎样，国在红的要招你去，你敢不去啊？那是违旨啊，违旨要杀头的、啊，违旨。你怎样，国在红的那阵下圣旨来的时阵是什么款的？场面你知影，一个人摕到圣旨，无一定爱圣旨啦。那阵皇帝摕一个信物就会使啊，哦，比如讲摕一个印啊，啊，互你，还是摕一支剑，
啊，是摕一张什么臭纸头也可以啊，啊、哦，然后上面有盖一个这个皇帝的印，啊，那去到遐的时阵哦，讲哦，就变作是圣物了哈、哦，然后就要设香案，啊，供在上面，然后大家顶礼以后，然后都跪在那里，然后这个拿诶请的人，那些人哦，就站在前面啊、哦，然后宣读安尼。哦，圣旨开拓啊，对不？哦，刚才国外伊咧播的同款呐，正经就是安尼啊。哦，啊，即嘛，啊，那有啥物命令？啊，下骹的人就一定爱领旨，哦，一定要领旨，领旨，而且照着去做，而且不止领旨，还要谢恩，对吧？顶礼哦，谢皇帝圣恩，不管给你是好的坏的都要谢啊，即使说。摕一个毒药要予你食，你嘛就按你阿来讲，谢这个皇帝圣恩，啊明明摕毒药要予你偷袭，你咪来爱感谢伊，哦，所以你就知影古早是安尼啊，非常的专制啊，哦，啊你一个出家人，你有啥物把握？你敢？无人敢啦，无人敢讲违纪。讲不应招啊，莫难干，所以要很有风骨才有办法做得到啊，而且不怕，唔惊死啊。譬如讲慈禧太后啊，伊嘛有招一些那个出家人进宫，啊有诶人不受招哦，他就大怒啊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个。天威震怒的时候，那不得了啊！整个呼吸都把你灭掉，那是他举手之劳。而且这佛寺被毁掉，那个以前就有法难过了、哦、所以不是新闻了、哦、但是啊，六祖大师，他就能够这样子，就是不畏权势，不畏权势，不慕荣利。荣就是光荣啊，光荣就是名嘛，啊，利就是利益啊，所以这周顺比周给啊，啊，啊，咱这个过继续看这个啊，削减猛攻，因为咧北，因为北部的吼，迄家乡内面咧禅德拢讲，就爱坐禅嘛，吼、啊，啊，这个六祖大师就讲，道由心悟，起在坐也，你看这。安尼甲讲有简单无？我咧讲无简单。安怎讲？你迄削减是啥？削减安尼就是钦差大臣，你知？钦差大臣领着圣旨，你敢伊安尼讲？你敢反对？朝歌灭族，对吧？所以，那他就说：“道由心悟，不其在坐也。”哦。所以呢，六祖大师就，如法说法，该当按哪讲就按哪讲啊，唔是讲哦，你是大官，我就惊你，啊，我就讲啊，丢，你，薛大人所说的盛世，很好，唔是安尼啊，啊、哦，好，那再看一看，薛简的功。弟子啊，这边啊会惊啊，诸上一定会问啊，哦，希望问讲啊，六祖大师哈，大师你有安怎教示无？啊，愿这大师你慈悲啊，只是心药啊、哦，心药啊，哦，佛心的药剂啊，佛心的药子，传咒两功啊，即京城学道者。哦，甲京城即学道的人，拢会当学道的学佛道啦，吼、哦，会当知影。啊，那安尼呢，就譬如一灯啊，有一趴灯啊，燃百千灯，就用去点百千灯啊。一灯就是讲伊家己啊。伊即卖就是玉祖大师，你教我，啊，我转去就敢那讲互听，啊，就敢那点真侪灯安尼啊。明者皆明，明就是暗啦、啊。暗的就变作拢明起来，啊，明明无尽啊、哦。这四曰
有做台式的供啊。道无明暗，明暗是代谢之意，明明无尽，亦是有尽，相代立明，故净明经云，法无有彼，无相代故啊。这六祖大师的讲啊，因为这个批论啊，是真多按你讲啊，传灯嘛，对不？传灯，所以一灯燃千灯，千百灯啊，这是真多这款的讲法啦、啊，哦。但是六祖大师啊，佮讲这个有更加的无上法，这是《楞严经》啊，你讲啊，这嘛所讲的，这就是《楞严经》的法义啊，哦。道无明暗，这个佛道啊是无明暗的呀、啊。明跟暗嘛，明暗是代谢意，代谢就是二境，明是一种境，暗也是一种境，明境跟暗境，明境跟暗境啊是互相代谢，哦，代就是代就是代替啊，谢就是无去啊，哦，那阵。明来就暗去，暗来就明去啊，对不？所以互相取代，互相这个来去啊。所以这是代谢之意啊。哦、所以明暗嘛，就是互相代谢，互相你去我忙。哦、你生我亡，你亡我生，安尼、哦，所以明来的时候，暗就去了；明来的时候，暗就去了。譬如天光的时阵呢、那明相起来了，那暗相就走了。那到傍晚的时候，暗相起来了，就明相就走了。那明相跟暗相都是一种静，都也是一种尘呐、啊。所以是互相代谢啊、那么就是有生有灭了啊、所以这个是生灭法啊、所以他说明明无尽亦是有尽，所以啊，你所讲的明明无尽啊，其实嘛是有尽啊，你本来是讲无尽啊，但是你的无尽嘛变成有尽，就不究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依生灭，依于生灭法啊，依于生灭法而建立，这个叫做就变成也本身也是生灭啊。所以你本来是要建立这个不生不灭永远无尽的这个法嘛啊，但是你所依的是有生灭的现象，所以你的法也变成有尽了，你的法也变成是生灭的啊、不究竟了，相待一粒明啊，相待，因为明暗是互相对待啊，互相对待就是二法了啊，那么以明暗二法互相待对待而建立，待立就是对待建立啊、因为明跟暗嘛是互相对待啊、来建立的呀，所以这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啊，维摩诘经定陶公法无有彼，彼就是病啊，彼搞啊，他都要来讲讲，六祖大师无要去加啥，就是无要跟人比啊。因为我不跟人比，所以没有人能够跟我比，你听我，我不跟人比，所以没有人能够跟我比，这里就注意哦，所以哦，咱学回来人哦，嘛是爱安尼，卖跟人比，卖跟人比就无人会用跟你比，你听我，所以你卖点人跟人比，讲哦，啊你念偌济经，啊你修几界，啊你修什么界？哦，啊！你坐偌久？哦，免比，你若比的有高下，啊，若无比嘞，就没有高下，啊，无人就无人有法度同我甲你比，因为你就不爱甲人比嘛，听有无？所以啊，
不是跟他比修行，啊嘛卖比道场，哦，讲道场偌大都偌大，哦，几平还是安怎，几架，哦，啊嘛卖比道地啊，几个，还是几十个、几百个，哦，啊你无要跟人比，就无人会当跟你比，哦，安听我，所以变成无有比呀、啊，哦，无比法是什么？无比法就是阿比达摩。阿毗达摩的意思就是无比法，阿就是无了，比也是就是比的意思，达摩就是法，那无比法又称为未曾有法啊，法无有比，无有比拼了啊，是无甲别人比拼的，所以它是叫做绝代呀、啊，绝代，绝一切对待啊，绝代就没有无比了啊。他都讲比吼，迄、哦、是讲修行出家啊，在家人嘛赶快卖个人比哦，卖比讲哦，啊你薪水偌济哦，啊是比恁翁赚偌济，啊恁囝赚偌济，啊恁厝偌大哦，啊你塞什么车，我塞什么车，这拢是咧比啊哦，啊那有比啊，就有烦恼。无比啊，就无烦恼啊。那无比啊，就人比人气死人呐、啊，对不？啊，那无比啊，你上熬啊，对不？所以拢卖跟人比啊。法无有比，无相待故，无二法相待。哦、无二法相对待、哦、所以你看这就是祖师的风骨嘛、哦、不是说他是钦差大臣啊大人 啊, 啊所以他说的都对啊他如果说不对也不敢说啊不是这样啊、哦、再看下面简曰：明喻智慧，暗喻烦恼。修道之人，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，无始生死，平和出离。啊、哦，这薛景的讲啊，讲明啊，我说他都要说讲的这个明啊，就是批论是智慧啊，啊暗嘛、啊，就是批论就是烦恼啊，啊修道之人啊，那如果无用这个智慧来照破烦恼啊。啊，你就无事的形式啊，平和处理，没用没平就是凭借啊，哈、哦，凭借下面嘿啊，来一旦处理这个形式烦恼呢，懂了？以这讲的这些东西全法了，全法不究竟的法啊、哦，那么所以是对治法啊、哦，那。但是这个不究竟啊。下面诗曰：烦恼即是菩提，无二无别，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，此是二圣见解，阳路等机，上根大智上智大根，悉不如是。柳州大师都说啊，烦恼即是菩提，这是究竟的啦，这是非常的轻吗啊、哦、烦恼的体啊是真如本体，那么真如本体所生出来的，那么所以说也是菩提，菩提也是真如本体所生啊。好、哦，请各位注意，这个菩提啊不是本性啊、哦，菩提也是本性所生的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菩提有对待，你知道吧？啊、哦，菩提的相反是烦恼啊。本性有没有对待？本性没有对待，本性就是本性，所以是绝代、哦、本性就一切法的本体啊，所以烦恼它的本体是本性，那么菩提也是本性，它的本体也是本性，都是一体所生啊，所以皆是一体之用啊、哦、所以烦恼是什么呢？是什么法呢？烦恼是因缘法，对不？哦，有烦恼的因
因缘呢、啊、就生出烦恼嘛。那菩提是什么法呢？菩提也是因缘法啊，有修菩提的因缘，所以最后证菩提嘛，对吧？但是本性啊不是因缘法啊，本性是本自有之了啊。那么本性呢就觉这个一切的对待，那如果有烦恼因缘，这个本性就转本性为烦恼啊。那如果有菩提因缘，就转这个烦恼为菩提了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因为它本体都是一样的啊，所以无二无别，没有两样啊。菩提跟烦恼啊，不是两款的东西，是其实是一款的东西啦。哦，不是两款，暗嘛无差别。啊，这个譬论哦，我再重讲一遍，就是跟顶边我讲讲的金嘛，由金子来打造，对不对？打造成这个佛像，就清净之相啊，啊、哦，那同样的金子，你再把它融化以后，要打造成淫女之相，那就变染污相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不管是清净相、染污相，其实都是同款一块金嘛，对吧？但是它所只是它所现出来的相不一样，所以让众生看到的时候，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一样。或者这么说好了，如果一个女人她打扮得很正经的样子，那么就好像淑女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她打扮得很妖冶，穿得很暴露，就变成好像淫女，那就使人产生很多的遐念、邪念、遐思，对不对？所以同样是一个女人，因为她外表的装扮不一样，就令人有不同的想法，就起不同的作用，对不对？那么更何况是那个金子，它真正是完全改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一切都是表象之用，所以你看待一切法的时候，就要从它的三方面来看：体、相、用。伊的本体是共的啊，啊，本体呢现出什么相啊，伊就有什么作用出来啊、哦。但是本体其实拢共的啊、哦。啊，个另外一个譬论啊，是经内面常常讲的，这你好好要好好要去思维啊、哦。你若思维会通的时候，你就地会就开啊，就好像海水跟波浪一样，海水起波浪，浪有大小，对不？啊，那么也有小浪，也有涟漪，也有微波，有巨浪，但是啊，会起这浪的。会起波浪的那个东西啊，都是海水，那个水都共的，变咸啊变淡，这个湿性一样，咸性一样啊、哦，所以海水的本体没有变，海水还是水，水还是一样的水，只是因为风的因缘所以起的浪的大小，那它如果起这样子，我们就说它是大浪。啊、哦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说是小浪，啊、哦，那如果起这样子的话，那就我们就说是海啸，啊、哦，那但是海水本来它自己都没有分别，海水它本来都还是一样，就好像那个金子还是金子一样，成无改变，啊、哦，永远都是一如。你好好去思维这个意义，就知道所谓的烦恼即菩提啊。所以烦恼譬如那个海浪，菩提譬如说浪停止以后，风平浪静的时候啊。那不管没有浪的时候，有浪的时候我们就称它为烦恼，没有浪的时候我们就称它为菩提。事实上水是完全一样，所以那个水代表是本性，
本性真如本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、哦。那么真如本性若遇到风的因缘的时候，就起浪，我们称为烦恼，这样子。无二无别，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，此是二圣见解。那尊公哈、哦、是爱用这个智慧来照破这个烦恼啊，这块是理性的见解、哦、就是对治的啦、哦、那就说，不是究竟的。阳路等级，这个是接引阳路阳车跟路车啊，啊、哦，顶边有讲的哈、哦，阳车跟路车的根基啊，就是，讲的黑手处的时阵啊。三界火灾啊、哦、你三界火灾诶，内面的众生遐囡仔，唔知影通好危险，唔知影通好出来，啊，就佛祖就用羊车跟鹿车要甲骗出来，出来对不？骗他们出三界火灾，出生死烦恼痛苦啊！所以讲羊车鹿车啊，其实迄拢是化成啊，羊车鹿车拢是化成，实在。以实在来讲，拢无啦。以实在来讲，是干那一只第五车安尼。上根大，上智大根，七不如是。那阵有上顶的智慧啊，大根气的人啊，拢总唔是安尼咧看，哦，拢总唔是安尼修的啦，哦。简曰：如何是大圣见解？是曰：名与无名，凡夫见二；智者了达，其性无二。无二之性，即是实性。实性者，处烦愚而不减，在圣贤而不增，住烦恼而不乱，居禅定而不急，不长不断不长，不来不去，不在中间，及其内外，不生不灭，性相如如，常住不迁，名之曰道。这些简单的问讲啊，什么是大乘的境界啊？这个作答意思的讲啊，明甲无明啊，凡夫见二，凡夫人啊，看到讲这是两款的法啊。智者了达，那种有智慧的人啊，了达啊、哦，其性无二，就知影讲明甲无明的。本性啊是无二啊，是同款的啦，就是伊本体啊，拢总是同的啊。无二之性啊，就是实性啊，就是真如实性啊，真如实性啊。实性者，处凡愚而不减啊，此真如实性啊，这个真如实性啊，虽处于凡愚，虽然啊。是凡夫的人啊，凡夫无耻的人啊，啊，做真多邪妄啊，啊，造种种的邪妄啊，而不减，其性也丝毫不减。虽然是凡夫愚痴啊，造种种邪妄啊，但是这个真如之性啊，丝毫没有减少，真如还是真如。虽然凡夫造五逆十恶啊，但是他的真如没有减少，在圣贤而不增。虽然这性贤呢、啊，他有修正无上的法，然后而悟道啊，但是他悟道的时候，或是修道的时候，他的真如本性也没有增加啊。意思的一讲，凡夫的本性啊，啊。那性贤的本性啊，无差啦，哦，无讲凡夫的本性较少一点啊，啊，性贤的本性较多一点啊，无安尼啊。住烦恼而不乱，这本性啊，虽然在凡夫的位啊，在凡夫位的时候啊，然后在烦恼之境，哎，伊的本性嘛无乱，啊、哦。居禅定而不急，啊，虽然啊，阵修禅定的时阵啊，伊的性啊，嘛无讲因此而变成死寂啊，哦，变成死寂，就那跟他死去安尼，定去啊，袂安尼，不断不长，
这本性是未断绝的啦，不会断灭断绝啊，不长嘛，未讲死，跟他死去同款啊，定去拢没有变化哦，长就是完全没有变化，不来不去，本性的性啊是不来不去啊，哦，所以啊，不来不去啊，所以就在三界中啊，那种悟到的人啊，就不会贪生怕死啊，哦，那因此于三界中去在自由啊，不在中间及其内外啊，这个本性啊，不是在心跟心的中间，还是说在内面，还是外面，哦，不生不灭，哦，也本性不生不灭，性相如如，也不也性跟相啊，拢总是如平等不动啊，哦，拢是平等不动，常住不迁，迁就是变迁啊，名字曰道，按你好做道啊，哦，都。简曰：师曰，不生不灭，何以外道？这个薛简的讲，啊，你讲不生不灭啦，啊，你讲外道所讲的这个不生不灭有什么分别呢？不是同款去啊？外道因嘛讲因是不生不灭啦，哦，啊，师曰。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，将灭止生，以生显灭，灭由不灭，生说不生。我说不生不灭者，本自无生，今亦不灭，所以不同外道。如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恶多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恒沙。六祖大师讲啦，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，这个外道所讲的就不生不灭啦，是什么呢？将灭止灭，你可以把那个将灭那个灭，把它挂号起来，将灭止生啦，哈，那个灭挂号起来，止生那个生把它挂号起来，安尼较清楚。因所讲的不生不灭是用灭这个法啦，哦，去止生，就止住令其不生啊！用这款灭的法去把一切生法啊，把灭去上。阿弥陀佛，不生啊！譬如讲阿弥啊，你那阵有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呐，啊。啊！你用一个方法，把迄念念头给弹起上，灭掉，安尼叫做灭。因为有一个念头生，那就是那我们不看那个念头，就看就说那个是生法。那这个生的时候，那就用一个灭的法来把它灭掉。啊，那这个叫做将灭止生。哦，安条。以生显灭啊，又以生也可以把它挂号起来，显灭灭也把它挂号起来，然后呢又以生的法来显出灭法来啊，那么它是将灭止生啊，哦，用别的法来把这个心法给灭尽上，啊，生法灭掉以后呢，他又用一种法，也就是另外一种法来这个显出他所灭掉的法，因为灭掉以后就没有法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灭掉没有法了以后，然后他就在产生另外一种法。然后来显出他有所灭，安条啊，所以叫做以生显灭，那个显就是对照的意思了啊。灭由不灭，
那如果是这样，这个灭我挂号起来，不灭两个字挂号起来啊。那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呢，就灭犹如不灭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把它灭了以后，你再去生一个法出来，那等于没有灭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何必那么麻烦呢？意思就是这样子啊，哎，生说不生啊，那生也挂号起来，不生挂号起来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他所说的灭啊，其实跟不灭是一样的。那么而生呢，其实是有生了、啊、却说是不生。说就是却说了哈，却说是不生，事实上是有生。所以那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所说的灭其实并没有灭，他们所说的生其实是没有生，所以就是自与相违啊、哦、妄想执着了啊、哦、那我所说的不生不灭者啊、哦、我所说的不生不灭的是本质无生，本来的无生，不是说有一个法生出来了我这个免疫上刚好就不生啊、哦、你听我啊、哦、那今亦不灭，所以本来的不生啊，所以现在我也不免使用什么手段去个免疫上，因为本来的不生，所以就免灭了，对吧？啊，免灭不是说我没去别的，本来就没东西，没有东西可以灭嘛，对，所以就今亦不灭，所以我尽力不修法去灭东灭它，这样子啊、哦、所以我现在也不用使用任何功夫了啊、哦、所以说前面说慧能无伎俩啊，对吧？嗯，不灭百思想啊，对吧？啊、哦、就是这样，所以不同外道，所以我说啊，我所说的话啦，就不生不灭啊，就不同外道了啊、哦，如若欲知心要，你若准备知影诸佛的心要啊，啊、哦！但一切善恶多莫思量，你既要这个但就只要啊，只要啊，既要这个一切善恶啊，你所讲的善恶啦，因为这个善恶是无平准的啊，你就是是善恶，但是无一定是正经是善恶啊、哦，一切善恶啊，拢卖去思量伊啊。哦，思就是思索啊，量就是度量啊，一切的善恶你都不要去思索度量它了啊、哦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。阿尼呀，这个思量，因为思量是第六意识的作用，你就不要再用第六意识去思量、推敲种种妄想分别的了啊。哦，那远离这个第六意识的妄想分别，那渐渐就自然会当入到这个清净的心体啊，清净没有妄想的真心本体啊，湛然常寂，安妮就契入这个湛然清澈啊。这个湛然就是跟他这个水底啊，那水真清啊，哎，用个看到底感官啊。哦，清澈见底称为湛然了、啊。湛然常寂的本体，妙用恒沙。啊，你哪应该听我的这个啊？你就应该达到伊迄妙用啊，敢那恒河沙遐尼多啊！哦，解蒙指教，豁然大悟，理持规缺，表奏施语。七年九月三日，有诏讲谕师曰：“啊，情况啊，这个修简呐，修到六祖大师的指教啊，伊就豁然大悟啊，哦，就大悟啊，理持规缺，就礼拜啊，
过时啊，登去缺就是公缺，就是皇宫啦，啊，表奏私语，啊，就，赵火红的怎样，的公，有奏大师所讲的话啊。七年九月三日，啊，迄年九月初三的时阵，皇帝啊就有招，啊，五姓祭啊，蒋玉师曰，就伯仲，这个有奏大师啊。公师慈老疾，为政修道，国之福田。师若尽民，脱疾毗离，又脱疾毗耶。禅扬大圣，传诸佛心，谈不二法，削减传师子受如来之见，正积善于庆，树众善根，直师出世，顿悟上圣，感贺师恩，顶戴无已。并奉摩那袈裟及水晶钵，赐韶州刺史，修士侍语，世师旧居为国恩事焉。这皇帝就下圣旨安尼讲，讲大师你，辞就辞谢啊，哈、啊，辞谢军招啊，啊，老疾，讲因为老骨破病啊，好、啊、身体不好啊。为政修道啊，为着替我修道啊，啊，其实六祖大师不是为伊修道啦，是为众生修道啦，对不？国之福田啊，师若敬明脱疾毗耶啊，大师你啊，跟他敬明。净明就是净明经啊，就是，这个《维摩诘经》里面所讲的这个脱疾毗耶，因为脱有生病哈、啊，而住于毗耶里啊，就是维摩诘讲伊破病啊，啊，所以住在这个毗耶里哈，这个国里面啊。禅扬大圣，传诸佛心，啊，你，禅扬大圣的宗旨啊，啊，传诸佛的心谣，谈不二法，啊，这禅扬不二法门呐、啊，削减传师子受如来之见，这削减呐、啊，有传来这大师的积修。这个如来地见啊，正积善于庆，树种善根啊、哦。我这个因为积善啊，修真多仙呐啊，积仙呐，所以有余庆啊，有余就是多了啊、哦。庆就是福了啊、哦，就所以有多很多的福报啊。啊，宿宿舍啊，拢将挣着现金呐、啊，啊，一旦执师出世，就等执就是欲啊，等着大师的出世啊，顿悟上圣啊，就因为顿悟就上圣啊，感贺圣恩师恩，就是真感谢这个大师的恩德啊，顶戴无已，叫顶戴无已啊，啊。并奉摩那，摩的意思是无垢了啊，无垢。这个摩就是紫摩了，紫摩袈裟啊，这摩是无垢之意啊。紫摩袈裟即水晶钵啊，干水晶钵就是衣钵啊，这个皇帝赐予这衣钵啊，这摩那衣啊哈、啊、是高丽所产的、啊，就是韩国的啊，以这个很精致的这个织品呢、啊、制成的。赐韶州刺史修士士语啊，阿德伯命令这小州的刺史哈、啊，
修，个修理这个佛事啊，哦，啊个，适合这个六祖大师所住的这间寺啊，叫做国恩寺啊，国恩寺。这国恩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受国之恩赐啊，啊、哦，第一个是受国恩赐，国受其恩呢、啊，反过来，所以有这两个意思。所以你看嘛，现在弘德是一件摩纳袈裟跟水晶波，啊，那尊公有去行城啊，当面弘德给伊这两项物件，啊，另外迄两个国师无这项无这物件，还是讲较歹，啊，唔得万多，是不是？所以祖师就是祖师啊，啊、哦。